身体哪些信号跟癌症有关？很多癌症来得悄无声息，往往发现了就是晚期。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以下表现，一定要小心。这是你的身体啊在向你求救，千万要留意。一、不明原因的消瘦，对于短时间内的消瘦，要提起100个小心，因为这并非什么好事，有可能是癌。癌症到了中晚期，肿瘤导致的消耗会让人迅速体重下降，肿瘤细胞如同寄生虫一般。会消耗人体大量的营养，但是它比寄生虫啊更加可怕，消耗人体直至死亡。二、发低烧，一般啊不会超过38度，这是因为肿瘤细胞在体内快速增殖，有一部分坏死了，机体在吸收分解这些坏死细胞的过程当中，就有可能出现发热。同时，肿瘤细胞也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，导致身体发热。所以，如果你长期低热，普通治疗不见效，那就要小心。三、不明原因的黑便。一般是因为上消化道出血，很可能是胃炎、胃溃疡等良性疾病引起，但也有可能啊是胃癌或者肝癌、肠癌的出血导致的大便变黑。在排除食物、药物等因素以后，如果还总是出现黑便，一定要尽快就医。